蝶套花这个材料哈，在台湾这几年比较受欢迎哈，那台湾开始有种植哈，它的颜色又跟别人比较不一样，那它涵盖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把它做成冰哈，放在冰淇淋里面，增加几个它的味道可能会不错。后来我把我们台湾的那个烧酒做进去啊，烧酒啊，或者是高粱一类的烈酒放进去。那当然就是说它的酒味没那么重，因为要跟花香平衡啊。那个大人的话，那当然是我们是蛮推这一款的。今年冰田在六月底的时候重新再回归了，然后会比较以限定的方式，每周两三桶不同的口味。那今天我们有出现一款冰的话，就是重乳奶酒冰。这款冰里面有加了浓浓的酒气，它在就是用贝里斯奶酒汁制作的冰品。那这款里面不只有酒气，也有我们的很浓厚的奶香，还有焦糖的香气。希望我们今年也可以带给更多的喜欢吃冰的朋友，有更多的不同的冰的口味让大家见到。有一次台啤十八升的经销商，他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开发一款用台啤十八升去做的冰淇淋。那有这个机缘之后呢，老板就刚好想说，那我们如果可以营造一个空间，让不是那么喜欢大量酒精的人也可以享受一些酒香的一个空间，大概一个半月会换1到2支的不同的口味。这一款是奶油威士忌，那我们采用的是12年的葛兰利威，那我们上面呢会加一些烘烤过的坚果，然后以及一些威士忌的酒浆，那整体吃起来的感觉，酒香很醇厚，然后冰淇淋的感觉是很扎实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威勋冰棒的阿力。这冰棒是全台湾唯一可以加酒的冰棒，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手工所有冰棒加上前面的所有配料，都可以任意搭配。最后最重要是可以加上我们台湾自己的 Vodka， 吃起来会有酒味，然后最后还可以把它喝掉，就像喝一个 shot 一样，来肯定才有。那我今天特别推荐给大家两个口味，一个是蔓越莓优格，一个是黑巧克力，都是我自己做的。蔓越莓加上优格。巧克力的话是比利时巧克力，70%的纯巧克力，没有任何的水在里面。欢迎大家来肯丁玩，可以来试试看。